我是你许亮宇，耶！还有倒数三天就到大同华新传播学院的毕业影展了，记得在八月五号晚上七点呢，要去到 Day One Civic MBPJ。因为我是宣传大使，然后当天出的就是对当天有很多一些短片，好很好看的短片，对，然后我当晚也是唱歌，唱了一个开口。到时见。